西。我把画笔、颜料、画架搬到了我的工作摊位，利用不忙的时候画画，因为画画让我找回了自信。我有了经历这个困境，我知道芬兰对我帮助很大。用我自己的角度，用我自己对人的人性的了解去写这么一群普通的人。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展开也是一部史诗。还指定华人呢，走你还去呀，嘻嘻。这是我画的，啊，这是喜欢画，喜欢喜欢。那其实在这边呢，就是一边画画边听书，不嫌吵，随便你怎么多少人在这边没关系的。下午没不忙，反正不影响做生意都可以画。这位在菜市场里画画的大姐叫赵卫红，今年56岁，2021年10月。因为在菜市场里画油画的一张照片被发到了网络上，赵卫红成了扬州市最知名的卖菜大姐。其实画画的不是画家，就像有人喜欢跳舞，有人喜欢干什么，我就喜欢画画。我也不知道画的怎么样了，也没这专业的老师了。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油画作品都是赵卫红在卖菜的间隙画出来的。人们在惊叹的同时都很好奇，一位卖菜的大姐为什么会创作出这么多精湛的作品。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个班可以学，只知道就拿个小轮子在这里临摹临摹。放在上面。赵卫红从小就喜欢画画，但一直没有机会进行专业的学习。2004年，38岁的赵卫红陪着上小学的儿子去学习绘画，不料儿子没什么兴趣，赵卫红却沉迷其中。他晓得他去上的人呢，我跟他支持，除了他把小五个的五小，他把黄掉五个螺丝上的纸里呢。哦，他没有画，你把你学出来了。哎哎，我学出来了。2014年，因为家庭遭遇变故，赵卫红不得不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他来到菜市场的一家净菜摊打工。他每天清晨4:30起床，5:30前赶到菜市场。来的时候很瘦的，80几斤，风一吹就要倒了样的，才开始跟他们不熟，悄悄的捡着菜叶回家跟我儿子。生活的压力让赵卫红暂时放下了手中的画笔，直到2019年，儿子长大成人，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赵卫红重新拿起了画笔，他将画室搬到了菜市场。利用下午工作不忙时间，我把画笔、颜料、画架搬到了我的工作摊位，重新拿起了画笔。利用不忙的时候画画，因为画画让我找回了自信，忘记了以前不开心的事。尽管菜市场里人来人往，作画时会经常被顾客打断，完成一幅作品往往要花1-2个月的时间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赵卫红的创作热情。没有老师教，他就照着名画来临摹。一个还有就是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，想开画展啊什么。其实那时想根本没想过说会开画展，能这个能力，但是有这个目标，能定个目标，我觉得就活得充实。赵卫红的绘画作品和他对梦想的坚持打动了很多人。2021年11月，赵卫红所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决定帮他实现梦想。为他举办了2场个人画展。今天我们相聚在人工里，为市场文化市场菜场画家赵卫红女士举办《画与烟火，人间值得》个人连接画展。2014年，历经生活的困苦，最终办成画展。赵卫红激动地和前来参观的人们分享自己的创作经历和生活的感悟。
这怎么就是像做梦一样的。赵伟红的儿子也特意从外地赶到现场为母亲送上祝福。他说母亲这些年为他付出了很多，现在他长大了，一定会支持母亲把画画的梦想继续下去。在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多带我妈妈出去走走，然后多进行一些写生创作，能激发一些灵感。儿子他自己很有出息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。我自己就是还是继续画画。可以进来看啊，来请上看，来过来进来。赵伟红摆满画画用品和油画的摊位，总是格外受到小朋友的关注。这是什么呀？纸哦，你谁家的？为了回报好心人对自己的帮助，赵伟红在菜市场里办了一个绘画班，免费教这里的孩子们学画画。哎，手不摸哦，这能看不摸哦，后面能卖菜的。因为以前嘛，我条件不太好，人家把我好多菜。现在嘛，我们就小朋友喜欢画画，我就教他画吧。来，再来，怎么把它圆过来？圆过来。哎，对，好。啊，在外面卖菜，他不放心我，所以就带我来了。每次画错了，他不会批评我，会很耐心的教我，告诉我哪里错了。我觉得画画能给我带来快乐。我得到了很多，就是不多帮助，不然帮我得了太多，想回报一下。我这是我真心的，不是我高大上的人。人没有经历这个困境，没有知道别人对你帮助有多大，你一辈子忘不掉。我不觉得我会写文章，我就跟菜市场的小贩有什么不同？我挺享受在这里生活摆摊。哎，赵明，妈，你也为别人在服务啊，不是那种感觉，也让你觉得，其实人间还是值得的呀。好，这个笑起来有些腼腆的人叫陈慧。这天他带着最新作品集《世间的小儿女》与读者们进行了现场交流。这本书是陈慧继《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》后出版的第二部作品。在书里，陈慧一如既往地记录着身边普通人的故事。主要写了一些普通人，因为我本人是作为在菜市场摆摊的小贩，他生活的这个群体就是普通人的群体，而我自己也是因为站在生活的中心，所以用我自己的角度，用我自己对人性的了解去写这么一群普通的人。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展开，其实它也是一部史诗，但就关键看你们去怎么样去阅读去理解它。活动结束后离开书店回到家里，陈慧又恢复了小摊贩的身份。早上5点陈慧就起床了，简单收拾之后他就准备出门开始一天的工作。稍微晚一点，因为我们是到菜市场，它是根据人家出街的时间呀，人家来买菜的时候顺便我的小摊上买点东西，你去晚了那肯定生意少做嘛。陈慧先骑车到小姨家去取卖货用的小推车。小姨是陈慧在这里唯一的娘家人。他们儿子在宁波，在余姚，他们去带孩子去了，这个地方就给我放东西。这块地方到菜市场近。苹果。小推车是陈慧用超市的货架
安上四个轮子改装等，车上装满了苍蝇拍、马桶刷等生活用品。陈慧刚把小推车推到菜市场，就有很多老人围了上来。有了有了，那要是亏个要不亏个？那还是不亏？那个是亏方便的嘛，跟用用垃圾是一样的。那，对，拿两个。一种呢，莫，那一种是亏。在小镇生活了十几年，陈慧早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。顾客都是镇上的老人，他们和陈慧已经很熟悉了。因为陈慧在家里排行老三，大家都叫她阿三。顾客也是很多的，很喜欢她的。有的如果她那个咖喱留两天三天不来了，谁有人很多人要找她的。阿三今天，阿三今天为什么不来了？书送给我们，送给我们看嘛。我们也看了她，也真棒真棒。希望她日后再下的好一点。都七百一点，那是我们杨龙生的光荣。小镇上的人都为陈慧会写书感到骄傲，但陈慧却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一名小摊贩，与作家隔着十万八千里，写作只是他的爱好，摆摊才是生活的根本。在菜市场卖东西，人家是喜欢你一个人，看到你东西便宜来方便买东西，不会因为你出个两本书三百，你哪怕出一百本书，你人不好，人家不会来买的。因为做生意讲诚信，陈慧一直很受小镇上的老人们喜欢，而她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更是让人们敬佩不已。陈慧今年44岁，是江苏省如皋市人，3岁时被父母送人寄养，13岁时又被送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。高中毕业后，因为一场大病，在家休养了好多年，需要终身服药。27岁那年，他远嫁来到浙江省余姚市，在陌生的异乡以摆地摊为生。2018年，他结束了13年的婚姻，独自带着儿子在小镇上生活。尽管吃尽了生活的苦头，但陈慧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。从2010年开始，每天在摆摊之余写小说，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回家了，差不多了，菜市场10点钟差不多也下市了，下午还得去进个货。上午10点钟。菜市场一天中最繁忙的时间结束了，这时候陈慧通常会选择回家休息。谁呀？来帮妈妈拿东西。不要叹气，在干嘛？陈慧从菜市场回到家里时，儿子轩轩就已经插好电饭煲，烧好了开水，等着妈妈回家吃饭。儿子的懂事让陈慧很欣慰。吃了饭他会跟我说，妈妈你去睡觉吧。当然小孩有自己的个性，我们不能要求小孩像一个木偶一样的呀。他17岁了，有时候也会小屁，但是总体来说这几年非常的懂事。吃完午饭，陈慧休息一会儿就打开电脑开始写作，这是一天中他最喜欢的时光。我忘记了，每天摆摊那么辛苦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作？陈慧在《世间的小儿女》的自序里做了回答。写作是调节自我的增香剂，是用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排遣独在异乡的寂寞与孤单。写作是记录一丝一缕的柔情，以弥补旧路上的缺憾，记录一点一滴的感动，以供在前路上取暖。当你所有的事情要你亲力而为，像战士一样往前冲的时候，那是孤单。在婚姻里的那种孤单是很大的，但是我无处排泄，所以我们往内部就用文字。你看啊，人在这个空荡荡一个环境里摇摇晃晃，但是我写东西啊，我用文字把人塞实了，确保人真正的站在大地上。这个文字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。每天陈慧在写作和生计中自由切换，
下午3点多，他骑上摩托车，赶往余姚市区一个批发市场进货。三两根，七两根，这都少了。便宜的呢，9毛。这个是我稍微懂点的有了。你跟阿三都很熟悉了啊。当然了，他这个人很好的。那个太贵了，太贵了，你买不了。那个几块啊？你到那个金达尔美的。陈慧扫了一圈货，装了整整3大箱。第二天，这些日用百货就会出现在小推车上。这些年，陈慧就是这样往返于批发市场与菜市场之间，赚取着维持生活的收入，也汲取了很多的创作灵感。菜市场的这种摆摊并不是我喜欢的，或者说，其实我内心一开始是抵触的，但是既然我选择了它来作为我生活的支撑，那我肯定要把它做好，因为把它做好了，我的生活才能更好。陈慧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大都取材于他生活的梁弄镇，他们中有为讨生活渡船过江卖蛋的小贩，有听父亲安排错过了爱情的女人。故事里有生活的酸甜苦辣，有艰辛也有温暖。菜市场既给了陈慧生活来源，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。陈慧说，他会一直待在这里，把故事继续书写下去。我挺享受在这里生活摆摊，你也为别人在服务啊。那些年纪大的人，他们不可能跑很远的路买东西，他们10多年一直在我这里买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也让你觉得，其实人间还是值得的呀，菜市场还是值得的呀。